个换季的时间，如果你是位在中南部的朋友，你一定要注意，就是反而是温差大这种状态，你白天很热，晚上很冷，你反而容易头皮出油，对，然后你反而容易肌肤会有状况，这些都是在换季的时候会产生的这些肌肤的问题，还有身体的问题，对，所以这个时候你的产品一定要稍微做一些调整，才可以帮大家度过这个转换的期间。天气很热，如果你很热哎，很燥，然后很需要可以把你的这个整体的状态稍微在透过洗澡或是洗身体的时候可以稍微康到，我们可以用什么产品呢？是超好用，它是薄荷的，然后它的凉是很舒服，它里面是有机的，然后它整个就是洗起来感觉它里面还有添加那个马鞭草那个香味，是会让你觉得很放松。对，所以我觉得这一罐是我觉得洗起来就是我会一直想要用的东西。你洗完之后，你头皮都会觉得很松很松的感觉。你喜欢凉感的组合，这个就是从头让你凉到脚，但它的凉感它是不会让你背后起给不回的那种，对，你不用担心，不是卡到的凉，不是不是咯，卡到的那种凉是会让你觉得有点寒飕飕的那种，它那个是通体舒畅的，对，它里面是双薄荷，就是薄荷醇跟薄荷精油，对，然后再加上我们就是无患子的那个经典香味，就是马鞭草，所以让你洗起来感觉是既舒压又凉爽。